来，我们先来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丽莎姐姐为我们的理财学院开幕做开场。
面先生们的大礼堂。那最重要啊，等一下我们啊，关关哈，关韶文要来为大家上课。那最重要是，今天是我们云林县政府为了我们青年朋友哈，那举办首创哈，我们云青的理财学院。那特别请关韶文来担任我们的院长，也特别要跟我们做啊这个理财。有很多很基础的这些工作，包括我是一个农业干线哈，那我们的青年农民愿不愿意回来哈？那是不是因为贫富差距或是工作本身的一个选项不一样哈？那这个在当中呢哈，大概会有一些在财务上面哈，经济产业方面的发展是不同的哈。那所以我想理财非常重要，那我很幸运哈，你们现在有理财专家来为你们服务，来传授正确的理财观念给大家。那以前我们是没有的哈，以前大概什么编会呀，好结会呀哈，大概是这样子的哈。那现在大概面向非常多了哈，但是呢，我们当然也不能误入陷阱哈，也不能因为挂账高获利高所得哈，那你投入了以后呢，也许它就是一个诈骗。所以啊，我们要建立一些正确的一些管道跟正确的一个理财的这个方向哈。那透过教育以后，我想你在投资方面如何减少风险哈，我想这些呢对大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想我们从2019年哈开始将我们劳工处改成了劳动及青年事务发展处，那也成立了青年事务发展科。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些活动跟策略，我们的张翠云科长哈也应该给他一个掌声了哈。他也是在很多诸位我们各个局处的局处长的评选之下哈，那这个科长是受到肯定获得大家一致的公认成为科长哈，不是我指派的，是因为他表现杰出，所以大家共同推举的哈。那当然这个张世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哈，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在整个青年的这个部分哈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包括我们中区、青区点哈，甚至找了很多的企业家、知名的这城隍企业家、大师级的来跟大家传授。那我也希望除了我们劳健处的推出的各项活动之外，各位可以关注云林县政府这几年来为了让我们青年能够留在我们家乡哈，来创业，甚至来就业呢，我们不断的要创造就业机会，要引进各方面的工商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规划了9大产业园区。那年底呢哈，洗屏幕算是一个高科技产业，也即将要开始哈来招募员工了哈。那如果有兴趣，跟我们劳健处来登记哈。那再来一点就是我们呢，我们在整个云林县要打造一个宜居的一个城市，我们向关关来的哈，我们写关关韶文哈，我们关关一个掌声好了哈。那你们先请坐一下哈。好，那我想呢，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要打造一个宜居的一个环境，无论是长者能够在地安养、在地老化，那年轻人也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一直在迎合很多年轻人的喜爱，不只是我们电竞比赛、街舞比赛、青色云林，培养更多无论是像邓丽君或像赵传这样很会唱歌的这些歌手哈，那我想很多的面向都希望我们能够吸引年轻人。那云林县呢，未必其他县市还要早哈，也超越六都。我们在2009年就有勾选哈，那甚至现在的 Google 哈，你到处可以急着把它找到进去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1月到7月，
云林县仅次于六都啊，仅次于六都。那六都以外，我们仅次于新竹县人口的这个近千度哈，近千度减到千出，我们还增加了1570几位近千度的这些青年朋友哈，那新竹县大概3000多位哈，那我们排行第二名，就表示了我们现在很多青年是愿意返乡的。那除了劳青处本身的活动以外，在我们劳青处有一个青年邮购站的云青邮购站。云青邮购站这个网站哈，你可以看到劳青处大概举办哪些活动。那甚至呢，我们现在建设处针对青年回来创业回来创业，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协助。比如说他开了餐饮业，那这个餐饮业本身摆设菜单，还有他服务流程，以及他所有里面的这些装置如何有竞争力跟吸引力，那现在我们都逐步的在协助所有的青年。那文官处呢，你去看我们文官处哈。我们楼下有一个 YCD， 其实跟我们云科大合作，也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设计美学哈，那增加我们一些产品的一个销售的哈。那所以我想有很多都是云林县政府针对青年提出来的政策，那我想各位好好关注哈，在云林有哪些帮助青年的地方，包括我们青年创业基金这个部分哈，我们也透过企业捐助，也包括我们云科大的协助，有一个可以保姆式的陪伴式的，一直到你的这个整个创业成功。那这当中最重要就是理财啦。如果你没有理财的这个观念，没有理财的这样的一个尝试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创业成功。甚至在你人生的规划当中你如何妥善运用你有限的资源、有限的资金如何降低风险，增加你本身的这个理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举办云青理财学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有目标。所以今天乖乖来了那从好远的地方来给我们支持，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是有关关本身的关怀，还需要跟我们青年互动，也能够透过他本身对于理财的这个理念那传授给大家。我想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孩子建立理财观念以后，他都能够成功的创业，成功的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他都能够把他的财务管理得非常好。那这也是一个致富的小撇步了那是我人家请关关们，等一下要当大礼堂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再次给关关掌声，好不好？谢谢关关那今天陈芳女的这个助理代表陈芳女议员来了。那因为今天10点就要开这个议会所以我想我们就很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流程走完。最重要是，那就要听我们关关的演讲再次欢迎大家。
声音啊，所以呢，我们从劳青处开始成立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了非常多的青年喜爱的活动啊，不只是电竞比赛、街舞比赛，还有牵涉云林啊，甚至成为中区青据点，不断的请了很多知名的企业家来到云林县，跟我们所有青年朋友来分享他们本身的一个经验，成功的经验。那我们的青年创业基金呢，也不断的扶植了很多在地的青年，让他们能够创业成功。那最重要呢，我想我们现在青年哦，大概也缺乏一些理财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理财大师啊，他拥有非常多的粉丝，也赢得很多青年朋友的喜爱。所以今天非常难得哈，云林县算是首创啊，成立云林青年的理财学院哦。那特别请我们关韶文哈，关关来担任我们的这个院长哈。那今天也特别要在大礼堂哈，为我们所有青年朋友呢来演讲哈，甚至来讲述这个理财的一些观念哈。那所以呢，今天有很多的青年朋友，大概有超过300位来到我们云林县政府大礼堂来聆听啊。关关理财大师本身的这个理财的一个理念观念，还有本身如何来投资，甚至呢如何把这个财务的管理做得好，甚至能够降低整个这个财务的一个风险的哈。我想这些呢，透过一些教育，那一些理念的一个传达，一定可以让我们的青年朋友对于未来，无论是个人的人生的规划，或是在家庭，或是在未来整个创业就业的这过程当中，如何把我们这样的有限的一个资源，能够有更大的这个扩展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呢，也教育他们不要因为贪嗔痴了那造成对于很多的这些事物判别不清，
误入歧途，或是受到极大的这个诱惑，那我们要去判断这样的一个整个财务的管理跟风险合不合理，正不正确，正不正常，或不健健不健康啊？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呢要传授给我们青年朋友一个正确健康的一个理财的一个观念。但会开这个理财学院，因为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那年轻的本钱就是时间。那现在的一个年轻人如果从事一般的上班族的话，那这样的一个薪水收入跟通膨的一个影响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如果可以透过理财的方法，那透过时间，比如说我领3万块或者领4万块，可能月可以存个3000、5000、1万，那透过时间产生的一个复利效果，可能10年后他就可以一个第一桶金，然后去做其他的创业或怎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最主要开这个学院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我们的贫富差距。那现在 AI 的发展，然后一个半导体的快速发展，那以后的相关的一个财富可能会集中在少数比较高科技的人才方面。那一般的上班族，如果你去透过理财，那借由年轻的时间复利产生效益的话，可能会造成台湾贫富越来越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开设这个学院是以这样子为最大的目的。那后续的开设的一个可能针对我们的一个理财工具，那包含了不仅是股票，或者是债券，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个投资管道，或者是理财的规划、保险等等，都是我们目前在规划的一个课程当中。
好，那么10点半了，还是要走嘛，啊，那个待会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呢，帮我移驾到这个入口处，啊，这边要办理这个签费的手续，啊，办理签费的手续，好，啊，这个记得，哦，大家记得去签名啊。
工作，还是要还有还有其实我们在家里。老师，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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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好，那么在等待的同时哈，跟各位乡亲互动一下。这个因为从两年前开始哈，云林县政府开始有办理一些非常好的这些民生跳脱舒适圈哈。哦，我们很需要，我们很需要。哎，那，啊，他的 YT 最终人数大概多少？破百万。哦，破百万哦，那比今天，快追上，快追上。哎，不是，那个，好，好，下一位啊，有没有？下一个推荐。啊，嗯，都妹嘛，好，啊，下一个，来，今天。他那么帅，我们苏委员，诸葛亮还在世吗？谁？